苦力竭。苦力竭开始打法与八字竭类似，绳头从绳圈中穿出方向不一样，增加一次缠绕可当绳尾竭使用。苦力竭深受装卸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喜爱，用于防止绳子滑脱，多出来的绳弯会使绳结变大，可以防止绳结卡死，便于松解。